这名字啊，这名字队伍里这五个名字叫力武装三奸商，五个人起码有三个人不看我直播的啊。你们就祈祷自己的电脑配置够高吧，你凡是显卡不是独立的啊，内存稍微小一点，硬盘不是固态的，我都能让你电脑爆炸啊。这坤总共花11万买的，一次十瓦特要算100，只要你拉出1100次就不亏了。没给上啊，别暴露兄弟啊，你就说认错人了，你看你非得暴露，带贴的认错人了啊。我一定要拉坤的时候进行自我介绍，你这不行啊啊！准备好截图啊，兄弟们！虚拟秒800、1300，一定要拿虚拟的数据进行比对啊！虚拟秒800、1300，看我坤，地府防御，你速度比我快！来，好喜欢啊！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？哇，我扎施法好慢好帅，7900兄弟们啊，7900还有法连，可以啊，7908万2664啊，好啊，再换啊，咱们就是稍微匆忙了一点啊，第一回合开飞机，第二回合什么刚才那个什么东仙哥啊。副本改了啊，怎么操，我说话他们怎么看不见，一回合结束了啊，什么东西啊，第一回合不能直接换，必须得第二回合啊，因为要有一致，什么时候摊牌，不装了，锦衣穿回来，武器露出来，可惜零是没起，误报几率稍微低了一点。为什么我开局总是随不到超级战役？这是运气，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一个超级战役加20%的输出，脑袋是红色那是超级战役，我总是轮不到我。地府防御，没死的话地府防御啊！地府注意第二回合表现。操！是谁？50万还没偷摸给呢啊，给500。看直播的，看看你宝宝，看看海豚，大哥你要我怎么操作？你第一回合正常秒行，一点演员的自我修养都没有，单位演员你问我怎么演？队伍里两个人说话，这两个人啊，你俩啊别装了啊。我已经识破了啊，咱们现在只有这个没说话的，咱们装逼主要是对他，他是真不说话啊。刚刚我怎么黑屏了4个演员兄弟，很少看见刷一个副本，队伍里的五个人全都活跃的啊。本来最指望确实是一个纯路人的神木林啊，也开始说话了啊，演员已就位啊。咱们正常杀啊，正常杀，你除了我以外你们还是用全力的，这个虚弥也秒了8000多啊，这个怪看来比较不抗法，玩梦幻90%都看直播，那不可能。好了兄弟们，下回合炸他，下回合地府防御3000、2800，秒的比花果山多就行了啊，毕竟咱们秒五分零，给我别怪别再死了，我要五个怪。我这个宝宝买回来没死过，3316的攻击啊！对，我也想弄一个这样的，12技能就够了，因为得带个合纵能增加强力，能增加攻击，强力能增加攻击。来了，截图，五个怪给我炸！扶摇万里，14870，这下谁有截图？我就看见了个14870，我下回合开局给你带一下，开局是特别垃圾的啊。
好了，那个195关的兄弟，接下来为你测试第一回合了啊！第一回合确实有点垃圾啊，第一回合有点挫。我感觉，兄弟们先把就这打到公屏上。第一回合的话，我估计是秒个1200左右吧，啊，加上分零，估计秒1200到700。看队长就是拿钱办事啊，还没秒呢就开始暴力。厨师做完菜，你非没放到嘴里就是好吃。我面板3100伤害，3148，真菌经脉，以后的话是物爆经脉，现在零式没送全。为你测试第一回合啊，少了150%，10000的数据应该是秒不到了。棒，2800-1400啊，开局的话2800-1400，然后1598，就是正常的虚迷差不多。这个副本兄弟们，它的怪物抗性不稳定，这叫啥副本？这个暴击2041，这个副本叫啥玩意儿啊？它这个怪物的抗性不是统一的，不像别的什么龟墟啥的都很高或者都很低啊。秘境降妖，有没有难点的怪物要变身？